安妮宝贝，有句话这么说，夏天是个外表性感内在天真的季节，有很多的故事全都发生在夏季，热烈饱满，连吹过的风都有温度。我喜欢夏天，这是一个容易发生故事的季节，独身太久，好希望在这个夏天有故事发生在我身上。今天的占卜和夏天有关，默念自己的名字，看看这个夏季你的运势转折点。深呼吸，默念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凭借第一直觉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张开始解牌。 A 权杖王后正位抽到这张牌，意味着这个夏季对你而言至关重要。对一直生活散漫每天碌碌无为的人而言，这段时期你要担负起一些责任，可能是身份的转变，也可能是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你不得不面对一些残酷的事实。这个夏季算是你人生的交叉路口，需要你选择一个前进的方向。你可能会有些慌张，但别怕，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感情，抽到这张牌代表你会遇到让自己心动的对象，对于单身许久的人而言，这让你很激动，不过建议单身者最好能深入了解之后再做决定，当感情基础比较稳固后，这段关系才会更长久。有伴者虽然很在意家庭和感情，虽然很重视精神契合，但还是免不了因为金钱物质的问题发生争吵，这一点需要注意。另外，这个夏季你的桃花运很好，情感诱惑增多，所以不要冲动，以免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事业，这个夏季你会有些手忙脚乱，很多事情都挤到一起，你忙得焦头烂额，不过这种辛苦很值得，无论是当下的业绩成就还是人脉资源都得到很大的提升。不过抽到这张牌的人身体有些超负荷，要注意休息哦。B 圣杯国王正位抽到这张牌，代表这个夏季对你而言是结束也是开始，结束在于很多不确定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，有些人也正是和过去告别，开始在于你做出的选择将迎来未知的未来。这个夏天你过得并不轻松，你心中的苦只有自己去抗，不过可能是思想的转变或者格局的增大，之前紧绷的状态会得到缓解，你的态度更加正能量。这个夏天你会发出让人惊艳的改变。感情，这个夏季在感情方面你会收获好消息，单身者有机会开展一段成熟的势均力敌的恋爱关系，虽然没那么多卿卿我我，但你知道这是一段稳定的能看到未来的感情，或许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这样感情正是你所需要的。有伴者一直以来都因为打拼事业而忽略爱人和家庭，而这个夏天你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和另一半的关系维护上，你很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也能清楚地考虑自己和别人的需求，用更成熟的方式经营感情，虽然平淡但踏实。事业，下半年你的工作会发生一些新的转变，部分人会选择长期出差、辞职或者创业，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被打破，你会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，确定以后要走的路。另外，这个夏天你的财运很旺，抓住投资机会，你会有不错的收获。 C 宝剑骑士正位抽到这张牌，意味着这个夏季你的生活会发生一场变革，虽然现在还没办法评判结果是好还是不好，但你的处事为人和他人相处的模式都会发生改变。另外，行动是你的关键词，之前焦虑不安、对未知感觉恐惧的状态都因为你让自己行动起来，将想法转变成行动而消除了。感情，这个夏季很多人的爱情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，单身的开始谈恋爱，正在交往开始谈婚论嫁，但也有一波人会分手或离婚，单身者迎来桃花高峰期，脱单复合的几率非常高，有伴者的感情处于磨合期，一些人矛盾会升级，不过这些是磨合期的必经过程，度过后感情会突飞猛进。事业，这个夏天你会很辛苦，身上的担子很重，很多事情要事必躬亲，如果你能忍受这份辛苦，
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在夏季末会有不错的成绩。另外，这个夏季你贵人运很强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你会做出很亮眼的出成绩哦。低鱼人正位抽到这张牌，意味着这个夏天你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这个决定对你以后的人生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。这个决定可能是爱情、婚姻方面，也可能是学业、职场上的选择，也可能只是一个想法、一个动机。做这个决定的当下，你是犹豫的，也可能是冲动的，但从牌面看，你事后并不会后悔。感情，这个夏季很多悬而未决的感情都会出现结果，该恋爱的恋爱，该分手的分手，一直沉浸在过往中的人也会学着放手，尝试换一种方式重新开始。另外，这个夏季如果你有旅行计划，途中会有艳遇发生，你们只是短暂的邂逅，很难有结果。事业，这个夏季会是你事业上的转机，你会本能的发现一些机会，或者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立刻着手去做某些事情，也可能是涉入新的领域，重塑价值观。对于野心勃勃的人而言，这段时间是实现梦想很好的契机，不过建议你做事一定要有周全的规划，以免一步错步步错。